3000公尺的训练，现在这个3700公尺，对我们都相对的很是舒服。这是一个勇士，他来自台湾，他训练了多年，现在要征服西藏。他从拉萨一路要花好几天跑到日喀则。你们都好友善哦，都对我们好好。司机大哥对我们很友善，大卡车都离我们3公尺，这样开过去。蓝色的天，白色的云，红色的火，绿色的水，黄色的地。我们在跟左边的青藏铁路平行的跑。